2017年，中国在非洲投资建成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正式通车。这次工程共计花费了中国约3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短时间内，中国还无法从铁路两端的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回收成本。很多人就有疑问了，这个投资真的值得吗？中国这样扶贫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吗？且慢，让我们从亚吉铁路到对中国在海外的万里征程慢慢道来。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我是小强哥。埃塞俄比亚是东非人口最多的国家，常住人口达到了1.1亿以上。而吉布提虽然人数不到100万，但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具有经济意义，并坐拥非洲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吉布提港。两国互相接壤，具有非常频繁的物资运输和经济流通。可是在亚吉铁路建起之前，两国之间仅有一条普通公路和一条19世纪的伊米窄轨铁路相连接，交通极为不便利，运输一次货物需要花上7天时间，极大抑制了两国的发展进程。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经济不够发达，资金和技术都很缺乏，只好持续向欧美各国寻求新铁路的规划。可是因为他们自己拿不出钱，只能先向承建国贷款，之后再用铁路的经济收益花很长时间来偿还。因为看不到油水，欧美国家都纷纷摆手拒绝。但此刻唯一一个能看到它背后发展机遇的中国却站出来接下了这个工程。仅仅花了5年时间，这条长达752.7公里、海拔跨度达到2000多千米的铁路就在东非落成了。随着这条两国之间唯一的也是非洲第一条标准轨电气化铁路的开通，埃塞和吉布提的交通效率相较以前提高了约14倍，达到了120公里的设计时速。自从2018年开始投入商业运营之后，原本不被欧美国家看好的铁路运营收入也增长迅速，到2019年同比增长了45%，甚至在顶着疫情压力的2020年也能逆流而上，实现上半年运营收入同比增长51%。而亚吉铁路给埃塞俄比亚带来的经济效益更不用说，相比起 GDP 增长率时常走负的21世纪初期，埃塞俄比亚在2013到2017年的年均增长达到10%以上，被誉为非洲小中国。他们在这几年间大力推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工商业，和亚吉铁路提供的交通便利是分不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在2013年到2018年任期的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沃图，他的母校正是我们中国的北京大学。他于1976年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几十年中积累的经验，在穆拉图回到埃塞之后，仍深深地启发着他。中国援助的东非国家发展起来了，可这对中国又有什么好处呢？这里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亚吉铁路运营的6+2模式了。六的意思就是中国集团将在这里运营6年，之后的运营权才是属于当地人的。而二是中国相关机构和集团在对铁路提供2年技术服务。运营权和技术服务代表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这条铁路从修建到通车，从投资到技术标准，甚至细枝末节到车上的管理运营，都是采用的全套中国标准。超过2000名的中国管理团队将在6年运营期内把我们中国铁路的标准转移到东非，是不是有点建立中国铁路东非分部的那个意思了？就算将来把钥匙交还给了埃塞俄比亚，咱们交出去的中国标准也不会轻易消失。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这两个东非国家建立起了信任关系，后续的港口、工业园、国际贸易、酒店旅游等产业也纷纷展开合作，建立双赢，让亚吉铁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经济走廊。而吉布提与中国在1979年就正式建交，签有许多贸易协定，
亚吉铁路的建立让两国关系进一步加深，中国也得以在吉布提建立起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为我国的海军、陆军提供后援补给，并为我国驻留在非洲的人员提供坚实的军事保障。此时，有一个国家对亚吉铁路的关注完全不输给当事国，它就是埃塞俄比亚的邻居肯尼亚。肯尼亚曾是东非的经济领头羊，但这几年一旁的埃塞俄比亚眼看就要异军突起，令肯尼亚产生了重重危机感。所以在亚吉铁路之后，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工程也火热开建了。没错，咱中国不仅接了第一条东非铁路，还接了第二条。同样，蒙内铁路也采用了全套的中国技术标准，亚吉铁路正像一块金字招牌，正打开中国品牌、中国形象在非洲大陆的畅行。蒙内铁路本身的战略意义同样重大，它位于肯尼亚境内，而肯尼亚与五个东非国家接壤，各国运输物资大多数都要从肯尼亚通过，蒙内铁路自然就成了东非铁路网的咽喉。包揽了这一重要工程的中国，不仅能够掌握这些优势，也在吸引越来越多海外项目的建设和投资。咱中国在这里那么拼，不是没有理由的。与东非国家缔结友谊和合作是一个点，而另一个点则是竞争对手太强了。比起英国、法国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非洲的盘踞和发展，中国的步伐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西非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法国的殖民地，西非的国家虽然跟中国人合作有钱赚，但是如果太过于反抗法国，那被掐断的可不只是经济了。出于这些原因，中国只能退而求其次，改而到东非寻求发展了。但就算是在东非，中国的投资量也绝不是独孤求败的。你知道土耳其吗？虽然土耳其总体经济成绩还没那么亮眼，但土耳其也是世界知名的制造业大国之一，眼红东非铁路网的也有他们一份。这不，亚吉铁路北边的延伸线就是由土耳其中标承建的，而且他们目前还有大量轻轨、地轨系统的计划，涵盖国家除了非洲，连迪拜、沙特也都有他们的脚印。而在非洲，就算加上亚吉铁路和蒙内铁路，中国所承包的也仅是东非铁路的一小部分，中国的万里征程才刚刚迈出脚步。好在西方国家强硬的干涉不可能长久，因为仇恨总有一天会滋生出反抗，而中国展现的则是包容、友好的态度和基建的硬实力。非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需要这样脚踏实地，一点点建立起与非洲的经济联系，中国一定可以比谁都走得更长远。好了，今天就到这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记得关注加点赞，知识秒加满，下期小强哥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Goodbye。